刘嘉玲、麦浚龙出席慈善活动，嘉玲借以低胸晚装搭配羽毛头饰现身。12月8日就是嘉玲姐的53岁生日啦，老公梁朝伟又有咩表示呢？佢已经俾咗我噶啦，系啊，提早俾咗我噶啦，收到啦 ，thank you。我成日觉得12月系属于我的月份，因为我的生日啦、圣诞啦同埋新年都是12月，所以我觉得好浪漫，同埋到处都是嗰啲圣诞嘅歌啊、节日嘅气氛啊，好开心噶。另外提到男英最近有传因为烟酒过多而爆血管入院，嘉玲姐又点睇啊？我冇睇到呢个新闻，但我觉得可信程度唔高咯，因为我虽然我好耐冇见佢咧，但我认识嘅男英佢而家系好健康嘅，即系都系开始做 gym 啊，做 exercise 啊。我哋呢啲年纪都系要好注重身体健康啊，佢应该唔会系咁样。因为同谢安琪合唱一首歌，古天乐就杀入我最喜爱男歌手5强。身为歌曲监制的麦浚龙，又支唔支持古仔唱现场呢？好丰富嘅佢嘅演绎，系当然我会觉得啊，要似翻个角色设定先啦。咁我哋喺录音室都好愉快，去好似用声音去演一个角色咁样。咁所以过程已经好开心啦。咁佢会唔会出席？会唔会唱？你哋问佢。